哈，我的郁金香已经开花啦，好看吗？黄色的和红色的，晚上它的花苞就闭合了，白天太阳出来它们又打开了。好喝没？我说喝大，多臭！装的不允许啥狗血。林子呢？我摆脱了。哇，好大一股！ Hello， 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，今天来挖香菜啦。这香菜现在长得好大了，你看一根这么大一根，大不大？好粗壮的根部，这种香菜好吃香，这根部是特别香的。你两个走，这个好意思收起来。给我打的比修的好挖些，一把刀人啊，一把一大刀，写着写着折半天还没一把，茄子好热呀。我感觉这大圆锥菜比小圆锥菜还好摘一些，长大了一摘一大把，小的时候太小了，好长一会儿才能摘到一把，而且还要那些老叶子黄叶子还要摘出来，特别麻烦。现在这个状态就比较好摘啊，就比较好清理，没那么费时间了。长那个高高的开白花的是地米菜，这旁边好多地米菜哦。啊，野菜。啊，然后摘下还没，也红一只，原先我光红一只。别怕乖。嗯，茄子，茄子怕热，躲到树底下去。是吗？不敢理它。它太怕热了，过两天又要降温了。花钱是在花钱捡。不不走。你不是买的啊？那没呀。你说你买的。哎呀，不着，我都不着，怎么能成这样子呢？我打把。哎呀，怎么？第一回是断了，断了，掉了，掉把了。茄子，你在干么子啊？茄子，你想赶鸡窝是吧？赶鸡窝是。奶奶，又在疯狂吃草。对，现在它半壁大鱼大。那是一棵什么树？我也不知道，没开花，可能是樱桃树。
我记得我是有买一棵樱桃树的，然后还有李子树，这开百花是李子树，樱桃树还没开花。看那个那个对，建车的还有三只七的，这个不是。嗯。回去啦，小的。走。芝麻已经回去了。茄子还等着我们呢，茄子更喜欢人。这个萝卜本来是水果萝卜，但在我们这儿长得不是特别好看，跟画的图案不太一样。这萝卜也在开始抽苔了，开花了。就老了，没法吃了。水果萝卜。这个花的不一样了，在我这儿恐怕不适合气候。嗯。哦，好，你还学过写，还回去不写的？回去不写的。他要是听见，这儿种吃的。多吃啊！现在走，回去啦。他在等着我呢。啊，走回来。水果萝卜也不知道啥味儿。我吃啥子？不行，脆的什么萝卜？不甜，这个萝卜不甜，辣的，好吃。靠近根部的辣一些，靠近茎部的没那么辣。这春长高到它明亮样的。嗯，明了。刚才挑扭的那些，它就要有细微绒。我亲，你那个在桌子那种香味。太嫩的反而没有现在这种状态香。把这个风雨拦住了，不够芝麻，不够。哎，你说你准备跑？啊？我准备跟老爸跑，为什么要管你？不就是因为他喜欢跑吗？还要跑芝麻要跑，芝麻车路上找不到，你跑他也跑，那不要跑了啊！他偷家伙，他每次看到老爸要出去，就跟着老爸出去了，很不听，带着芝麻，芝麻也跟他跑，芝麻不会过马路的，车上路上车来车往的。好，你不要往那看。走。咬起来的，你吃了啊？吃了，吃了。哎呀，手一松就吃了。摘好啦，
撒上生根粉。Thank you.